我是莉亚老师，请你再开启空间门。王宝在为你开启新的空间门，只有你还是没有办法回来。见你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吗？我可以送你回去啊。送我回去？真的吗？不过你要先通过考验。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回见你？每周六晚上7点，《红学园之萌骑士传奇》就在25频道。